啊，因为他该跳了啊，不是。不用了，三条命我们才看到第一个陷阱。完了，我觉得他冲出去了。我觉得他冲出来了，你完了。谁啦？那个字等下咻。请各位来做一个世界冠军等级的挑战。我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就是每一个人有十条命，然后所有人接力玩下去，看我们最后能不能最后过关。小 B 第一个，我第一个啊，我替死鬼啊。是这样啊，这就这样啊。好，你先啊，懒得排了。我先也可以啊。好，你先啊。好，你先啊。我刚刚有东西掉下来。你要往前。不是，你在装忙啊，你在往前冲啊。我在试啊。试什么？你这样你不会斜着跳啊？你这样什么？勾引啊，勾引，这个东西会动。哎，智商谁啊？我知道，看不到他跳的距离啊。不是，难怪你要第一棒啊。你先在空地试一下，不会啊。哦，我跟人家试，他们不让我试，一直叫我往前。你再跳第一个不是没东西？没东西啊，不是，我连跳都不上去。你直接跳过去。呜呼！哦。第一个就没东西啊。对，第一个没东西，对对对。他怎么知道？啊，因为他该跳了啊，不是。不用了，三条命我跳第一个陷阱。你跳，那你跳过去，然后再马上跳回来，他可以收起来。他能螺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螺旋，可以来回。直接跳到那个，直接跳过去，跳过去再跳回来。没有跳过去，把那个刺变掉吧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，然后嘞，直接跳过去啊，就跳不过去啊。跳过去，不是跳过去，是会痛。不是，那你要怎么跳过去这个刺啊？这才重点啊。跳过去吧。不是啊，有人说要 juke， 有人说要跳，直接跳过去。是最逃避的，装忙啊。好，你最厉害，换你啊。地方死光了，是啊。哎哎，他就死了，不是我用了十一条命第一个场景，他还没跳。哎，他撞到我哎！啊，你不是很快？他撞到我啊！你看远点，你看远点，你看远点，来让他单通，让他单通。哎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这是第一个。哎呦哎呦！跳起，跳起。哎哎哎！你要偷影，偷影，偷影，偷影！我会，我会，我会。失败中成长。已经用了五条命。不是，我比那刚那好多了。要拿石掉下去啊？怎么拉掉？跳一去，跳一去，跳去哪里？真的啊！再跳去哪里？再跳去哪里？不够啦！我是跳去这里，你要先去死了，你来不及，你要在他掉下来之前跳过来再跳回去。哇！哦，你在讲什么？听不懂啊！真的啦，一定是这样子。最好啦！什么什么？跳下去，然后跳来。跳来。然后是你要，然后再跳回去，然后再跳回去哪里？对，你要跳回去，你要把这个刺移下来，你还跟着你走。他会怎么走？好，我们花二十条命在第一关。那怎么拉扯啊？你死掉的时候，那刺不是会动？我觉得那一定有玄机。不然用死夹死，对，夹死，然后把那个刺给搞掉，夹死然后出来，勾引他一下，拉扯他。哦呦，哎，赶快动他，动动动，对对对。然后嘞，然后嘞，他下去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想到了，他死掉是去下，用这个去下一关。怎么会死掉下一关？我怎么觉得是直接跳下一场景？跳不过去啊，刚跳过了。我第一次死的时候就跳那样子啦，大跳大跳 ，Super Glide 可以。勾引哎呀，狙啦，第三关啊！自己先踩下去，然后直接跳过去。传承的精神啊！耶，把手借给我好吗 ？I send the sand， 都好像没有变，你们全部都没有按订阅，还是你按一下，就在这点一点。第一关啊，对，没东西啊，装满啊，跳，继续跳，继续跳，忘了是不是？我卡到隐形墙啊！怎么办？往前走，踩到他那个，然后直接跳过去。对对，跳！哎呦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直接走啊！直接走！哎哎哎！你瞎了！我干！松懈了。他掉了！哎！哎呦！哎他！哎！哎！感觉会掉下来呀！不管了，踩！哎哎哎！看看怎么办？回头回头。哎，怎么办？哎，我听到！庆祥，你直接冲过去了。等一下，思考一下，思考一下。直接跟那个石头互撞，怎么可能冲过去啊？可以啦，你看看。怎么能冲过去啊？你感觉有机会？他刚好跳起来的时候，你刚好冲过去。你要抓那太……把不啦！哎，小王哦，不要动我！为啥动我？
那不能回到前方，那感觉是你要先去死。哇！哇！哎！哇！哎，摸到刺了。哇！有料有料，没有勾引。你要想要下去那里面，完了，完了，我觉得他冲出去了，我觉得他冲出来了，你完了。谁啦？那个刺等下咻。就我。啊！你去哪里？布斯有料吗？没错。你先跳一下。他不需要跳啊。哎呦哎呦，过去啊！哦呦，很顺啊，摸到直接这样跳，摸到了之后直接这样跳。哎呦，被骗了！哦呦，勾引，勾引，勾引出来！哎呀，哎呀，干嘛？瞎了！最好是来告诉你，想要躲的意思。哦呦！哎呦！然后你要把那球勾引出来，躲那个。第几个？第三、第二个。勾引。啊！何进，哎，蹲呐！蹲下去，蹲着，蹲着。啊！哇！要躲那个球。两只球，在第二格的时候会触发他的那个。第二格啊？对。这种感觉那边直直走就过去了。啊！哎哎，一二二。一二一二。好多阿满，勾引。我感觉这缝很大哎，好像是可以过去的。可能我刚才就这样被撞死。好奇怪哎，感觉好奇怪。现在，哎，跳过去啊，直接跳过去啊。勾引，直接跳下去啊！你不要想那么多，跳过去啊。啊，过了吗？哎，过了。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哦，我太强了，我用了快60条命了。你刚来啊？一条命的，对啊，让单通啊。所以你怎么坐着啊？刚又说站着不好。哎，你坐着，我跟你讲。怪小咪啊！你要坐着说坐。不是啊，这样等下给你个借口啊。不。因为抓不准，刚才他跳过了。饼干要一条命通关，然后不玩。因为他跟医生一样烂。请问一下，前面几半里面最没有用的是谁啊？最没有用的，我不知道。谁呀？知道是我，至少过一关哎。前面几个感觉是你在搞哎。为什么？你在制造恐慌哎。掉下来之前跳过来再跳下去，完了，我觉得他冲出去了，我觉得他冲出来了，你完了。感觉好奇怪，感觉好奇怪。那我救可那个箱子，救可一下，你两个箱子，谁知道你救一救第一死掉，第一个死连那个救可上的救可就跳下去，不是我在抓你，怪我啊，我就叫一直冲，是不是有人把这游戏想太多了？这个是哎，往后勾引掉，需要叠两个箱子跳。好，那这次的挑战靠着大家的记忆力，我们终于挑战成功了。喜欢这一类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再 speed run， 好，你再 run， 好，再一次过，好，一分钟通关，一分钟死在我那个地方、啊，一分钟通关，你信不信？你想要死在我那个地方？哎、欸，走不动 ，speed run 没有在停的。不是啊，靠北啊，太慢了啊！我想说我刚才想，我真的是你怕了，他会跟到你的速度，真的。我知道你往前，他就会往后，所以他到一半的时候会往后。好，这位是，这位是，不是我没有，我想我应该等他过来才过去，太迟了。我刚刚太想要一直冲了，你知道吗？不停，冲不停啊，呼吸不止，说唱不停。耶。把手借给我好吗 ？I send the send， 都好像没有变，你们全部都没有按订阅，还是你按一下，就在这点一点。哎、欸，好换我啊！接下来的挑战由我来执行，想看的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哦。喜欢这一系列，等一下 HR， 他转很顺。